差不多。嘿嘿。有。好，我们演出开始。 男生和女生，好无聊，你们换点别的。就是说说看嘛。啊，那既然冯玉想听的话，那你就说说看吧。啊，既然冯玉想听的话，那我就说说看吧。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。他和他打小受到爸妈的宠爱，个性强，有主见。在22岁那年，收到了去往美国读研究生的 offer， 兴奋不已。他们在新生群里相识，渐渐成为了好朋友。 他们说好了要坐同一班飞机，飞上那个出位之而充满梦想的大航彼岸。他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红宝书啊，硬是看成了黑皮书。接到美国大学小学生的那一刻，他欣喜若狂，仰天长啸。但是整理行李的那一天，他又突然发现美国的物价实在是太贵了，于是拖鞋。 电饭煲、锅碗瓢盆，他一样都没落下。他从小没有主见，最爱的人是妈妈，最好的朋友似乎也是妈妈。他对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，永远是那句：“是妈妈。”他的眼睛近视800度。 妈妈买的隐形眼镜后，终于可以拿掉那该死的眼镜。今年他收到了佛大的 offer， 在妈妈的注视下离开了祖国。哎，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呀？他们是去啊一个叫做盖恩斯维尔的地方。盖恩斯维尔，那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不是什么。 它只是一个小地方，但至少这个地方啊，它有一个机场。大家不认识一下吧？就是赵坤和婉婉。哦，我是邢帅，我这件 MV 的新生。你好，我不是赵坤，我叫婉约。阿特，我们都是艾森。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没关系。艾森，对，因为我知道的专业，我们那群里啊。 好多人都是这专业的，没事儿，我经常被人带去男孩子，我也是爱上专业的。哎，这位美女士，哈，大家好，我叫罗燕群，是读 communication 专业的，大家就叫我燕群好了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时间不早了，先回吧，先慢慢走。嗯，得嘞。哎，这两男两女搭的倒挺不错的。 对，四个人住到一起，其实也是一种缘分哦。其实这只是个临时落脚地方。王源和赵坤后来住到了 Camps Lodge， 而燕群呢住到了 Gateway， 徐帅住到 Sunridge， 他们成为了好朋友，一块出去玩呢。让我跳我就跳，这个是男子女，你一定一定要跳。不会的，我又来我怎么办？再过，就是。
关键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差不多得了。
让你们小心，要不管。哎，这边
我回来了。
讲故事的人冯宇，高胜。